我们不能让小鬼子逃离，也不能让小鬼子给咱包圆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个人两个手榴弹，等等，你带着大伙从老孔岭撤退。刘副营长，连长，仗打这份上了，要这大伙一起撤。小兵，副营，你英雄啊！我们当狗熊啊！我不干。 他就崩了你！连长，滚！连长，滚！他妈！他妈！他妈！八子，撤！走！走！走！我不走，我跟你一起。滚！ 撤下来，老子不甘心呐！你个丧气玩意儿，营长还活着呢，咱一共是七个。别说了，快走吧，能多活出去一个是一个。 你以为他枪里有子弹，他不开枪？ 抓活的。 下来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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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从这儿再往前，就算是满洲地界了。李营长，会遇到鬼子吗？这一带鬼子来的还算少，但是再往里边走就得当心了。赶紧赶路吧，争取天黑前穿过这片树林。
走着，认真搜查。说什么？你不撒泼尿骚，就自己是什么德行？还想娶我姑娘？你不配！哎，管不管？管不管？不是，听我说，听你说什么？你不撒泼尿骚，就自己是什么德行？ 还想娶我姑娘？你小子不配！你们大伙说说啊，他要娶我姑娘啊，给我送彩礼。哎，你们看看，大伙看看，门口那个棺材看见了吗？那是给我送的彩礼。我就没听说哪朝哪代这个送彩礼有送棺材的。你不是咒我死吗？我不是啊！管，你给我管！听我说，你俩给我管！快好好说。管！哎呀！ 别把自己气死！你听我说呀，棺材你要不喜欢，我卖了，我拿钱来，行不行？送棺材多好啊！你管不管？管，铁皮听见？小心，你，哎，走！滚！走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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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楼吃点什么？不用了，我们这儿正搜查呢，一边待着去。好。报告司令，到处都去查了，没有搜到那个人。是不是我们的搜查方向搞错了？江雪这个恶魔，难道会查赤匪走吗？ 大辉兄弟，咋的了这是？闪开！你把门上，你咋回来的了？搁啥呀？把棺材放屋里边，你放院里吧，有合适处，我帮你卖了。哎，我他妈叫你快搭把手！你快！哎，这是，这什么样子？谁呀？你看兄弟咋样？好木料就是沉，你不识货呢！哎，大辉兄弟。 你是到底啥意思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睡的还是我的屋呢。明天我把棺材盖给你，就算我的房钱。啥？棺材盖当房钱？这小子学这玩意儿倒挺快，快出图了。 还活着呢，还突然回来了。你看你小子，你小子说的，我要是不活着，你今天不就见鬼了吗？这啥地方？棺材铺啊。光贵，我咋听着刚才说话的，像是连山？就是他。林长，来。 先坐，慢点啊。这店是他开的，他开的。别提，说这我就来气。来，快点说。他说这年月死人多，我们开个棺材铺吧，肯定赚。一开始说好了合伙，不知道咋的。
我就变成伙计了，营长，两年呐，这王八蛋一个子儿都不给我，就给了这个一口棺材，臭不要脸！看来连山这小子掌柜的当得不赖。是啊，这两年过去了，大伙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。 日子过得安逸了，给连骨头缝都松了。领导，我可没变过。这次你回来是不是有什么大事？带我一个，我光亏还是那光亏。你看看我现在这样，我先得把自己伤治好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干什么大事小事？没事，叶大嫂晚上过来给你看，她医术高。 棺材呀，给你买棺材呀？我要啥棺材？营长回来了，你别闹！营长42年他回来了，你笑啥呀？你信不信？啊，你信不信？不信是不是？不信拉倒。真的？坚持一会儿，马上就来。 营长在哪儿呢？这是啊，这是。营长，真的是你吗？你还活着？阎王爷不说我，就放我回来打小鬼子。啊！哎呀，吓我这一大跳！我以为我见着鬼了呢。你受伤了？ 没事吧？没事。啥呀？你这是？文志，报道，报这儿。报道，得赶紧的。啊，是。我放这儿去。把那子弹取出来。好，还是忍着点啊。 紧不紧？啊，没事。我跟您说，学员呐，这个膏药啊，连皇上都没用过，这是用最好的中草药配制的。你好好养个3天，我估计你这伤啊就能好一大半。行了，叶大少，哎，放下吧。你这手艺啊，我信得过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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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 多亏你了，啊！哎呀，你没事儿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这两年，看来买卖做的真不错呀，富态了，胖了，反正省心了。哎，怎么的？ 有啥事儿？说。我知道这次你们回来了，一定是干大事了，所以我就拿白富楼那个房契上当铺当了。我这条命。
说心里话是你给的，我用我这条命赚回来这些家产，我想你会用的。 这么想的，弟兄们别怪我，也别说我不够朋友。其实这种枪林弹雨啊，这种日子我过够了。所以你们今后的行动，我想我就不参加了，因为我想平平稳稳的把我姑娘。 嫁出去，我也就没事儿了。这两年没少挣啊，我得叫你叶老板吧。你这……行了，回去吧。 走了，咱这个钱你必须留着，今后用得着。以后。 缺啥少啥，吱一声。啊！这啥人呢？这都是，吱一声以后还，我怕不只是这一份儿啊。 你说，你今天想都别想，一分钱都别想得动。哎呀，你这个胡老娘们儿，我拿这些钱是还一份人情。咱要是把这份人情还了，以后咱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了。咱想赚多少赚多少，想生多少生多少。哎呀，你今天守株待兔也没想，这钱要不是爸放官了呢？你到底给不给我？不给。给不给？你。 哎呀，我的好玉哥呀，我的好媳妇儿，我董连生说话啥时候骗过你，你就信我一回，信我一回啊！哎，董连生，营长，好点了吧？ 好点了。这是，这谁？老爷的。啊，那营长，我这少点，我这。营长，您的救命之恩，我董连山没齿难忘。 眼下，除了我不能跟您亲自扛枪以外，其他的，营长，您也瞧见了，我媳妇儿再有仨月就生了，我也要当爹了，所以不能跟您再干了。 就这事儿啊，就这事儿。这么的，把关奎的工钱留下来，其他的带走。哎，那行，他的钱我不要，拿走。
司令，你看，太混蛋了，难道真的复活了？司令分析的对啊，他们也太猖狂了吧！全城戒严，严密搜查。 手不错呀，营长，你还皇上？那可不咋的，这阎王爷嫌我命硬，那不收我。哎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嘿嘿嘿，营长，我真媳妇，你就以为我死了？以为啥呀？ 哎呀，这两年这看来过得不错呀。你滚犊子！马尿河一仗，你风光了，成了英雄。我们成啥了？啊？把营长一个人扔在阵地上，跟鬼子拼命，我们跑了。我们成了逃兵了。我们，我他娘的还差点死在你的枪下。好你奶奶！ 到头来临死了，完了背着一个临阵抗命的罪名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那你要是营长打仗的时候我不听指挥，你不一样也得枪毙我？拉倒吧你！咱可都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，敢做敢当。你开枪没开枪吧？啊？说那句话有啥用啊？要是我楚长德，真要遇到这个事儿啊，我也不会假惺惺的。嘿，说我枪里没子弹。这信不信由你。 你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活好好，你也没死吗？你说你死没死？站着！我死不死，跟你没什么关系，啊！回来干啥了？我不管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过我的桥。少来烦我了。 远个啥呀？少给我嘚瑟，兔子烤的差不多了，赶紧吃，咱赶紧走。我上哪儿去啊？啊？这家伙死冷寒天的，这里边多暖和啊！我今晚就住这儿了。啥？不走了？那可不咋的，不走了。 奶奶的，我就知道。
他费劲巴拉来找我，肯定没什么好事儿。说吧，啥事儿？哎，你就打算这么往下混呢？混？哼，我这叫往下混呢？啊？哎，对，就算是混。 但我起码不担心，明天早上起来我一睁眼睛，我脑瓜子不在脖子上。土上头，到，滚！这是我家，不是队伍，少哈呼。你说你有意思吗你？啊？你管不着，有啥话就说。啥事儿？哎，这干啥事儿，那不得有人马呀？ 那你就带你人马干去呗，这不没有吗？没有人干啥呀？那不干。行，那这么的，我有个事儿啊，你得帮我一把。说吧。我这次来的时候过边境。 电台给打坏了，我现在急需要一部电台跟上级取得联系，这事儿你得帮我。就这事儿？就这事儿。哎，你干啥去？出去帮着柴火。 把屋里稍微暖和点儿，楚长德。 怎么回事？怎么我来了就不玩了？什么意思？有人输钱，叫我们不跟你玩了。啊！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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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不是愿意赌吗？我跟你赌。你跟我赌？怎么的？不行啊！是爷们儿，咱就赌啊！赌！好，赌。董事长，说吧，听你的。 这样行吗？行。好。我要输了，一切都听你的；我要是赢了，你立马滚蛋。妥。
没钱了，完了，没钱了。钱全赌赌了。没钱了。以前你经营我们大伙的钱，这回你遇上茬子了吧你？对，赔钱了。赌！哎呦，爷们儿，爷们儿，爷们儿啊！这爷们儿，两手空空的拿什么赌啊？是真的，那还有假？当年营长抱着两小鬼子跳下山崖，可营长说他被崖上树枝刮了一下，后来他就去了北方，愣是活了下来。我乍看到营长的时候，也吓了一跳，我也以为我见着鬼了。哎，那现在他人呢？顾营长，营长他们现在开始动手了。今天营长的任务。 省委鬼子的电报局，想搞一部电台。哎，你咋不跟着去呢？这玉娥不是怀了孩子吗？大嫂又有她闺女伴着，营长就带着官魁和楚长德他俩去了。哎，好你个董少官，还有他叶大粪勺子，啊！营长当年可是救过咱们的命的，哦。 你们现在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就送死了？我这大白天的，我来的时候看着小鬼子在调动，营长不会是往枪口上撞吧？啊！不行，我再带着弟兄们去接应他去。你们俩等着啊，等着我回来再踢你们两个胆小鬼子的腚沟子。不是。
带上你的发报机，跟我们走。快点，快快，带他走。要快，我掩护你们。好，营长，你小心。国赛哥，第一辆车交给你，一枪毙命，车从东头过来，没问题。二叔，后面交给你了。知道了。赵州城离这里很近，鬼子的援兵一会儿就到，战利品能拿多少拿多少，剩下的连车一块烧掉。好嘞。劫走，这肯定是独立营干的。他们的目的就是电台和发报员。江雪原现在已经孤立无援了，他正在急于和他的上级取得联系。司令，小岛君，我反复给你强调过，像电报局这样的重要部门，一定要严加防守，并且我还为此特地调兵。
这就是你给我开的成绩吗？司令官，属下电报局被袭，报务员电报局被抓，你怎么解释？近期抵抗分子活动频繁，我们实在是防不胜防，他们实在是……得听你这个宪兵队长的推卸责任吗？属下不敢。不过，属下听到这里的枪声，已在城门严密设防。 把他们劫走的报务员、机兵，避免了被劫走的电台，被敌所用。发报员没有，发不了报，他们还会来这里的。对这里所有的发报员严加看管。嗨，发报机有了人又死了，怎么的吧？ 不小啊！又割我花上了吧？啊，好家伙，真下的好东西啊！啊，松到咱三门上来了。小豆子，帮我看看，有没有大烟土？哎呀，二叔，二叔爷啊，咱抢这可是日本军车，又不是带烟管，你懂个屁！小鬼子王八蛋，坏着呢，他没收烟土，然后又转售卖给咱中国人，仔细看看。来。 哎，那鬼子衣服不要了，咱车装不下。喂啊，国台，这都是好东西，能装的都装啊，能卸的都卸，可劲装。能装多少装多少。哎，装。哥，哎，哥，你看我这票干的咋样？闭嘴。 回去我再给你算账。我才来啊！带地方，赶紧撤，能多快就多快，走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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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太不公平了，这大冷的天儿，让咱们给个抗日分子首领，再不来换岗，咱俩也快被鹿岛了。 まだ時間ではないぞ。今日は寒い。体調は早めに交代しろで。 お前たち見たことないな。大丈夫、これからよろしくよ。
我已经听到枪声了，马上给我查清楚。 近い大麻だ。敵を捕まった。まだです。逃げろ。俺にも失態を守って。 就对成斌的。 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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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值班的人。你就是昨天晚上代班的张有凤。是。昨天晚上值班的不光有我，还有宪兵队的小队长宋本。张有凤，你得胡说！我没有胡说。如果您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看一下当天的值班记录。如果我说错了，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。张有凤，你就是一条狗，一条疯狗。都在这里值班，凭什么把屎盆子全扣在我一个人身上？张有凤，告诉你，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对你的长官不敬。宋美军，把他们带走，把他们统统的带走。嘿，统统带走。张有富啊，张有富，这是报应。张家祖宗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。是这下场。那你想想想招啊！说话都不许。准备怎么处置他？司令官，这些该死的中国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司令。应该杀他们100次，我在等待您最后的决定。不过按照我的意思，早就把他们。报告司令，所有人犯全部带到，请司令裁决。张有富。因为你的失职丢失了一具尸体，是这样吧？不光是我，报告。这件事情就过去了，不能因为丢失了一具尸体就失去你这样好的军人呐。嗯，还有你们都是大日本帝国忠诚的合作者，我说的是真话。如果你们是抗联的话，那么那天夜里你们就会和抢劫尸体的人一起逃跑。我说的对吧？我宣布解除对你们的禁闭。张永富，你官复原职。司令。司令。你们所有的人要记住今天这个教训，如果没有鬼谷司令的开，统统死到死哪里。滚。排长，没事啊。今天这关算是过去了。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